看看新闻网。7月23日晚，李冰冰的姐妹兼经纪人李雪为爱儿摆满月宴。当晚不仅有成龙、冯小刚、王中磊、赵宝刚、宋丹丹、杨澜等圈内众多大腕级人物到场庆贺，还有段奕宏、陈思诚、佟丽娅、黄圣依等年轻一辈前来捧场，声势相当浩大。宴会开始时，李冰冰、李雪姐妹均以白色裙装亮相，尽显姐妹情深。据悉，当晚席开数十桌，席间宴请的酒还是以成龙名字命名的高级白酒，难怪成龙当晚心情大好，不仅登台致贺词，还亲自去帮了小寿星。宴会开始后，寿星妈妈李雪便换上了另一套大红色的晚礼服。关于李雪，她的身份一直受到娱乐圈的争议，因为这姐妹俩到底谁大，大家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。姐姐，你是姐姐，你是姐姐，妹妹